不会再有下次。 爹，我爹是神尊。川儿，爹当初要是也能早点回来，你娘也就不会。说什么呢，爹？蔡儿子最危险的时候，从天而降，很帅的，非常帅。连正统神尊我都杀了，区区炼体神尊又能奈我何？ 尊像，血照狮子。川儿，希望你别像爹一样来迟一步。
晨，我也喜欢你。